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盘龙牙七场104、定风夺50、蝴蝶四、浮霜重八、潮汐35、卧龙罡七丈97、定风夺45、蝴蝶四、浮霜重六、潮汐29、明朝一条龙 1.1 层萧山全收集，任务定风夺七丈香宝箱浮霜重潮汐自系升蝶蝴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来到盘龙牙主编的这个地上锚点啊，到这里之后啊，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是一个解密啊，这里我们踩一下右边，再踩一下左边，好，然后再往最左边这里再踩一下，好，这里稍微等一下，好，拿到这一个精密奇堂像，拿到这个奇堂像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，好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一倍，拿到这个奖励之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，北方向地图上方啊，这边稍微绕一下，这边跑过来又是一个潮汐之仪，好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，拿到奖励之后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过来，低头在这个几棵树的底下啊，这几棵树的底下这里有一个朴树奇长像，捡起来，捡起来之后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往前走，前方这几棵树的背后，这几棵树的背后有一个跑酷的挑战，做一下就挑战，那可一再这边倒冲叠出现一个辉光奇长箱，捡起来，捡起来是一个奇长箱，再回头往北方向丢上方走过来，这边一个滑雪的挑战啊，好，挑战完成，出现三个箱子，我们来拿到这三个奇藏箱，那拿到这三个奇藏箱直接打开我们的地图，我们现在来到卧龙岗左边的这一个锚点，好，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直接往前走，那在对面那棵树的底下有一个什么躲来的，我给他打了定风躲啊，定风躲，那拿到这个定风躲打开地图，我们来到卧龙岗右边这一个锚点，好，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，这里有一个跃迁器，站上跃迁器，好，弹射上来，这边有一个潮汐之仪，我们来把这一波怪清掉，好，当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，继续拿到奖励之后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转角跃迁器再上去，让它把我们传送上来，好，上来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这个平台走过来，这里有一个
七准齐长相拿到之后再回头东北方向D2右上角掏出枪手角色，把这个定风夺拿到。好，拿这个定风夺拿到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D2右下角这边走过来。这里走到前方瀑布底下啊，掏出枪手角色啊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浮霜虫，打了蓄势待发。好，那打了这个浮霜虫，然后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啊，地图左下角这边我们要往上爬。好，一次爬上来，稍微等一下铁力的回复。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。好，那走到这边这里啊，贴着走过来啊，这边一个朴素齐长香捡起来这个朴素齐长香，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岸角这边往下跳，打开伞翼这里往下跳，然后回头再贴着这个山壁往下降啊，能看到这边有一个平台上有一个基准齐长香，继续补品，捡起来这个基准齐长香，然后我们再往西方向丢左边，这边我们跳下去。好，那在这里有一个定风夺 A 了，拿到这个定风夺，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。好，那走过来前方这里有一个山洞。好，从这里进入山洞，沿着路往里面走。好，那在我们右手边啊，右手边这上面这里有一个定风夺，上来 A 掉，好 ，A 掉定风夺，然后我们跳下来，继续沿着山洞往里面走。这是一个叮咚咚挑战。好，那我们往前走啊。好，走到最前方排成一排，然后再回头，这样就解锁了这个精密齐长香。捡起来这个齐长香，我们抬头上面有个钩子啊，跟这个钩子往上勾，然后再回头掏出枪手角色，把下面这个东西给他打了，然后回头这个打了之后，上面出现宝箱高光，过来拿到这一个基准齐长相让鱼无，拿到这个齐长相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出来，走出来之后往我们右手边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走过来，让这棵树上挂着一个定风朵啊，给它拿到之后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好，走到物质平台这里，然后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边跳下来，打开风之，打开伞翼啊，然后底下这里有一个平台上有一个朴素齐长相，还不能用，拿到这一个朴素齐长相，然后直接打开地图，我们传送到我们右下角的这一个锚点。好，传送过来之后往东方向地图边啊，这边我们直接往下跳。好，下面这里有一个潮汐之仪，好，我们来把怪清掉。好，那清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一倍，拿到这个奖励之后，我们再打开地图回到刚才这一个锚点。回到锚点之后，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。南方向地图下方沿着路走过来，走到左手边的墙壁消失的地方，然后往左手边走，这边有三个香灵草，走到香灵草这里，然后低头在前方这里跳下来这个平台上啊，这里一个朴素齐长香，捡起来这个朴素齐长香，我们再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那边跳下来，这有一棵树，在这棵树底下这里有一个基准齐长香，拿到这个基准齐长香，我们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这边我们跳到这个建筑的下一层啊，跳到这一层，好，再来到这个平台，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墙的另一侧啊，这里有一个叮咚咚挑战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头 A， 好，走过来，走到我们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那个跃迁器的上面，好，让他把我们弹射出去，这里炸开这个墙，里面这里有一个细声碟，来摸一下这个细声碟，
跟着蝴蝶走。好，这边蝴蝶跳下来，跟着蝴蝶来到交接下这个平台，别急，然后再回头，在我们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边这里面有一个定风夺拿到它，然后我们再回头东方向地图边啊，这边回头过来跳下去，继续把这个蝴蝶给它送到位。好，蝴蝶到位之后，我们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走出来，一直走到海岸边啊，走到海岸边，走到海岸边之后，再看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是一波怪，我们来把这波怪清掉。好，清完怪之后，拿到这一个辉光祈堂像，拿到之后，在西北方向地图左岸角这边走过来，这里是速流仪，点击激活，然后往右边拉。这里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跑过来，把这个方块捡起来，然后回头带到我们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这个平台上啊，在这里给大家放下啊，然后我们再过来速流仪这里，再给大家往左边挪。好，现在我们再从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这一个跃迁器这里跳上去。好，上来之后把这两个方块给它带进去，两个方块给它带进来。好的，然后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过来，把这里面这个辉光祈堂箱拿到。那拿到这一个祈堂箱，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，大家拜拜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来到盘龙崖下方，再下方这一个锚点，到这里之后东南方向地图右小角这边直接往前走，走到前方悬崖边，然后往下跳，打开闪翼，再回头，这边底下这里有一个深海挑战啊，叮咚咚。好，这里我们直接去到右边这里啊，然后再直接回头，只要拿到这一个辉光祈堂下，拿到之后躲偷枪，掏出枪手角色啊，上面这一个定风夺啊，拿一下，拿到之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过来，这里有一个直接开启的精密祈堂箱，拿到这个精密祈堂箱，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，我们走到这个悬崖边，直接把它跳啊，跳到下方的路上，正下方路上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一啊，我们下来把怪打一下。好，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，已被拿到奖励之后，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，这里是一个紧密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啊，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看一眼我屏幕啊，然后我们再往我们左手边这边，我们贴着墙绕过去，贴着墙右转绕过来，来到这边这个门口这里，掏出枪手角色啊，这里 A 一下里面这个东西，再 A 一下。好，接着往左手边这边再走过来，走到这边这个门这里，再 A 一下，再往左边绕，来到这边那个门，再 A 一下。好，那再进来拿到里面的辉光祈堂像，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过来，这里打一下这个定风夺，拿到之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出来，跳下来。好，跳下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左手边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是一个潮汐之一，我们来把面具怪清掉。好，清完怪潮汐之一解锁，拿到这个潮汐之一的奖励，拿到之后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边走，这边海岸边这里有一个打怪的挑战，好，来做一下。好，那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个精密祈堂像，拿到之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往石头上爬，爬到最高处，
这边树下啊，这里是一个基因基准起藏箱，拿到之后再继续东南方向 D2 右下角这边走。这前方下面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那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，会拿到之后在西南方向 D2 左下角这边肩上啊，这个山肩上啊，这里是定风夺。好 ，A 一下。好 ，A 了之后再掏出枪手角色，东南方向 D2 右下角下面这一个，这个是无双虫，好，给他打了。打了之后，我们直接打开 D2，传送到盘龙牙下方这一个锚点。好，传送过来，在我们的西方向 D2 左边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。拿到之后，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D2 右下角这边一个定风夺 ，A 一下 ，A 完这个定风夺，再往我们的西方向 D2 左边这边一个钩子，钩上来之后，钩了之后回头啊，钩了之后回头，上面这里又是一个钩子，钩过来。好，那钩过来之后，在我们的东方向 D2 右边这边是一个深海挑战，叮咚咚。好，这个挑战我们去到第二个这里，然后面。回头啊，就面向右手边啊，这边是东方向啊，南方向啊，面向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，这个辉光奇航商就绝走了。拿到它，拿到之后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这个钩子勾一下。好，然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打一下这个浮双虫，哎，没打到，这个要从背后打，要从它背后这里绕一下啊，绕一下从背后 A 它一下。好，那打了它之后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跳下来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，好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，拿到之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抬头，这上面啊，这个平台这里爬上去。好，在这棵树下，这里是一个一本基准洗澡箱，然后树上吊着一个定风夺，拿一下，拿到这一个定风夺，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往下跳，这里又是一个潮汐之仪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未雨绸，拿完这个奖励啊，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，大家拜拜。